没了是吧？还有哎，你给他个话筒，给他个话筒，给他个话筒啊。感恩尊敬的卢台长。你好，我是最后应嘉靖，但是我确实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您的法会。哎，我呢今天求您看看我的母亲的事。你母亲是吧？对。几几年呢？48年2月属鼠的。48年2月属老鼠是吧？对。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吧。我母亲最近检查发现得了胃癌，然后经过检查以后发现他的胃这个癌症已经扩散了，全身有多处骨转移，我们现在也不忍心告诉我的母亲。嗯，求卢台长能够给予明示，救救我母亲。我告诉你，你母亲非常能干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你母亲很善良。我告诉你，你开心，你今天没有白来，你妈妈现在还走不了，谢谢。阳寿还有，听得懂吗？阳寿还有，现在你要听台长的话了，你就赶紧给他放生，听得懂吗？好的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扩散只是一点点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他活得了的。台长说他活得了，他就活得了。谢谢谢谢。听得懂吗？谢谢。马上放生，真的好好放生。小房子给他49张这么念，连续3次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保证他癌细胞会缩小，会这个病情会降低。谢谢卢台长。快的话1个月，我叫你母亲见效。太简单了，这些事情。谢谢。台长救了多少生癌症看不好的人，好不好？好好修啊，一定要好好修啊。好了。